国民党团结，国民党胜利。国民党四大六都市长齐聚一堂，和党主席朱立伦以及第一波提名立委候选人，全员身穿白衬衫、蓝牛仔裤，手牵手展现蓝营大团结。我们一定要团结努力，民进党再赢，台湾一定输；民进党再赢，中华民国一定输。唯有国民党团结一致，所有的泛蓝朋友，包含在野其他政党、民进党有觉悟的朋友，大家都能够团结在一起。这也是新北市长侯友宜首度以提名委员会成员的身份出席国民党中常会，这大团结的气氛更像是替最强母鸡侯友宜举办的誓师大会。我自己本身平常就会不断地去做好，我们随时让自己的准备，如果能够随时面对所有的挑战，都能够克服，以及随时也可以上场。因为侯友宜难得松口，强调随时准备好上战场。侯友宜早就在等党中央的内政东风，最适当的征召时机到底是何时？外界预估时间就是在六月，最晚6月18号，第三阶段立委全数提名人选之前，绝对会让我们的最强母鸡出来。明年的1月13号，选票上面绝对会有最强的母鸡，最值得台湾人民相信的母鸡。最强母鸡侯友宜蓄势待发，国民党也达成共识，只有团结才能赢得最后胜利。记者彭颖德、蔡炳宏台北采访报道。免疫力会降低，然后我们说睡觉是美容觉，女生睡不好，这真的是不止脾气差，皮肤也会变差。旺旺现在推出了一个新产品，叫做梦梦水，独家的配方呢，可以启动入睡的关键。怎么买呢？来 QR Code 快点购，扫一下。